型的练习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入丛林区了 ，OK 吗？对，丛林区里面很多的小 S， 急弯 S， 控制好你的方向，不要跑出去撞到树了哈 ，OK 了吗 ？OK OK， 我们准备下一步的那个冒险活动了哈，是不是压车就变好？有，大胆的往下倒，没关系，我慢慢带，脚他们骑不快，对，没问题，来喽。 压车，压车，压压压！对哦，压压压！走，哇！来喽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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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 好玩，同学，我们等一下要进，我们现在会下那个水路了哈。对，
然后我们下水路的时候，下坡的时候压刹车。在水里面完全不要压刹车，要给油，因为你们的体重很轻，会飘起来，所以一定要给油。要给油。要给油，不要压刹车。好。跟着我们的路径走就好了 ，OK 吗？好。要注意什么吗？没有注意什么，就跟着路径，就是、跟着我走就好了。好 ，OK 吗？好。好。好，走喽！哦，这边加油加油！啊，好好好！加油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啊啊啊！这是这样是对的吗？加油加油！太好玩了吧！不要动！投降。上班中间。好，拜拜。我又被教练给救了。要跑进去吗？谢谢教练。来，再往前。好，不要因为震动改变你的方向，好，对吗？抱歉了。啊！来，走！我要吐！可以吗，老师？不可以。确定可以啊？来，走了。